走过浮华杜拜，由哈利法塔出发啦！呢条就系杜拜最多金嘅黄金街，棕榈岛 Aqua Venture 水上乐园嘅上滑梯真系好刺激噶！游完水仲可以去 Ski Dubai 坐吊车滑埋雪添，坐沙漠四驱车参加萤火晚会，体验当地人嘅生活，品尝地道美食，走过奢华杜拜，尽在美丽华旅游。